世界圣运会的这个看板旁边停留一下，然后让大家拍一个照片好不好？比如说早上做的伸展活动，包括睁大眼睛啊，然后露出微笑啊，和起身啊 ，OK， 然后伸展一下手脚。今天早上其实大家看到言承旭非常的精神，其实刚才我在后台碰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说习不习惯这么早起床，然后你说其实最近都蛮早起床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最近工作关系其实都还蛮早就起来然后工作这样。是习惯了在蒙古的那段日子了吗？那个时候是多早起床在蒙古的时候？那个时候那你没有闹钟？对啊，那也大概都是六七点七八点，有时候还会再更早一点，因为要坐车嘛。有时候要坐车进去到那个目的地，可能要开七八个钟头，所以有时候可能凌晨都会起来。那我们看到，其实，在后头呢，就有世界不遥远，资助爱相连，言承旭把亚洲的爱连起来。那我们就大概看到了，其实接下来呢，你回到蛮多个地方。那现在作为世界圣运会儿童助养计划的爱心大使，刚开始的时候怎么会决定要参与这样的一个计划？其实很久以前那时候就希望说可以跟那个世界展望会，就是圣运会合作。然后那时候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没有办法，就是能够配合他们做那么多的宣传，所以到后来的时候，就希望说还是可以有一些时间，然后跟他们结合，然后真正能够做一些，就是其实像很多朋友都私底下都会帮我做的事情这样子。今天我们在这上面的荧光幕看到的是很多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方，结果这样也有来自不同的地方的歌迷，还有支持者，还有爱心歌友们。我看到成都这两个字是从成都来的吗？对，把爱传出去。各位挥一下你们的手，来自成都的朋友，谢谢你们来自新加坡。我看到有马来西亚的国旗，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。好，最爱言承旭，把爱传出去，有押韵的，哇，我喜欢。还有 Only F4 新的国家，